爷爷、奶奶、猫、妈妈、爸爸、妹妹、姐姐、狗、哥哥、弟弟、蛋糕。谁吃了妈妈的蛋糕？妈妈做了一个蛋糕。蛋糕不见了。谁吃了我的蛋糕？姐姐说，我没有吃蛋糕。妹妹说，我没有吃蛋糕。哥哥说，我没有吃蛋糕。弟弟说，我没有吃蛋糕。爸爸没有吃蛋糕。奶奶没有吃蛋糕。爷爷没有吃蛋糕。猫没有吃蛋糕。狗吃了蛋糕。